最近有好多粉丝朋友们都想看我们的蜂蜜是如何从蜂场到装到罐子里边的。正好二林大爷最近在我们这周边追洋槐蜜，大爷能不能帮我们安排一下？啊，可以可以，让我们参观一下吧。啊，可以，又不见了。可以可以，这个正好我们的这台洋槐花已经开到结束了。嗯，我们正好呢，这最后一只紫蜜。嗯，啊，正好在我这边，我的弟弟啊，弟弟，过来给我帮忙。啊，抱这个蜂蜜来，来看走的哪儿去了。行不行？行行行，好，好嘞，走走走，来，小芳，你戴上那个帽来，不戴上，得戴上这个，不戴上这个回去变成猪头啊！看看，哇，这里面都是蜂蜜，啊，这里面都是蜂蜜，这是蜂干嘞，啊，这是蜂干呢，哦，这羊还没放到根儿，这个度数在啥区别？啊，现在是能达到，咱能达到41.5度以上了。啊，41.5度以上了，哦，就很好很好了。哦，这蜂蜜这个羊槐蜜达到45.5度以上就最好了。哦，这最好，一般情况达不到这个等。然后就是放到现在开始放到桶里面开始摇蜜了。哦，这个就是割的过程。哦，对。啊，这是割盖的。哦，保持根儿来割开。啊，开它以后。割开才能摇是吧？哦，你不割开它不摇，摇不出来。哦。都是手工摇蜜。嗯，我们这一会儿你看看这个蜂巢没有做好吗？呀，哇！哦，流上来了，你看看看。哇！看看。哦，下来了。哇，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啊！哇塞！好解压呀！哇塞，把摇出来的蜂蜜还要再经过过滤网过滤一下，把里面的一些杂质都给它过滤掉。你看，把这些蜂胶和这些蜂蜜都会过滤出来，剩下就是原蜜。这个蜜就是刚才我手里边拿的那种蜂巢的蜜，还有就是这些从这个箱子里边蜂巢这里边，就是它中间不会经过任何的加工或者掺杂别的东西，直接是原蜜。然后直接灌装就行了。对，直接灌装。嗯，这个蜜的颜色好好哦。看这个蜂蜜里头这个小气泡，正常的蜂蜜才有这个小气泡。这个小气泡是什么？它就是这个洋槐蜜都有的这个活性酶。啊、哦哦，这个真蜂蜜里面才有，掺假的里面没有这种东西。掺假假蜂蜜它没有。你再给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咱这个蜂蜜到底有多少度？啊，现场展示一下它的浓度是吧？它的浓度有多高？比较每多度对吧？啊，对，超每度，超每度，啊，对。啊，这个是浓度测量表。啊，对。啊，看到这40度啊，给你看一下。多美度能达到42度的蜂蜜已经算是天花板的品质了。大爷说这样真正的纯蜂蜜就算你放多久都不会坏的。其实来这儿看一趟真的感觉养蜂人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一段时间正是这个槐花盛开的时候，他们会一路追随着槐花去奔波，然后其实也就是一个为了一个生计。你看这是他们临时搭的房子，就在这个小屋里边，这一张床，然后这能做饭啊，能做饭能睡觉。 对，来回奔波就是为了这一瓶好蜜，真正的纯天然的原蜜。虽然在外奔波很辛苦，但是这里的每一项蜜蜂都是养蜂人对生活的期望，也真心的希望大爷今年能有一个好收成。我们今天开始收谷子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邻居都是互相来帮忙。丰收的季节得趁早收割，不收割野猪都会过来吃，你看到处都是野猪蹄子眼。对，这都是猪蹄子眼。人多力量大，看，就这么一会儿，我们都快收割完了啊！来来来，大哥，中午我们吃大锅菜，好不好？好，吃。你看，求求他个教育他嘞。好了，我要把这收割好的谷子放到那个广场里面去晾晒去。嗯，晒一下。好嘞。哎，那个，走了。嗯，要小心点。走了，要去打场打谷子了。
是刚收上了它的谷子，得先把它晾起来。碾谷子要把它打成圈儿，然后这样一圈一圈碾过去，下边就是谷子。谷子碾好了，我们现在要吹谷了，这是山谷，山谷。一般我们这打谷子都会过来帮忙，嗯，这打谷子我们长辈们都会过来，互相帮助。把这些碾好的谷子放到这个风车里边，然后吹一遍，就会把那些不饱满的谷子和不堪给吹出去，留下来就是原始的谷子。这个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脱壳就成为咱们饭桌上的小米了。要开始做饭了，中午打谷子的村民都会聚在这个广场吃饭，一会儿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家乡的美食大锅菜。原始大锅灶，柴火饭。柴火饭，把这个得洗。刘云哥当大厨，我是火炉。厨神炒菜是不一样，花下一顿，然后再喝一顿，喝着花下一顿，好像是三天吃两顿。每年的这个时候，丰收的季节可热闹了，我们这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吃大锅饭。农家手工粉条，对，我们村里面自己做的粉条。好嘞。好了，说到炖上20分钟。加入肉，不用放盐了啊，肉是咸的。都倒进去。来。10斤肉。好入配菜。颜色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手工丸子。哇。是吧？香菜走起。都放里边，开饭啦！开饭啦！好，来来，教教去。哎呀，这样还有啊！哎，好嘞。馒头。热腾腾的馒头，哎呀。头。哎呀，快！好，哎，快！好吃不好吃？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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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早上回小院的路上碰上了邻居正在地里秋收，老王直接停下车上去帮忙，因为前段时间连续降雨导致玉米收割机无法进入地里，只能人工收割。关键是我们这里过几天还会有连续降雨，所以大家都趁这几天在抢收。我们回老家这段时间邻居帮了我们不少忙，现在邻居需要帮忙我们也义不容辞。看着老王掰玉米，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国庆假期几乎都是在玉米地里度过的。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很讨厌放假的，觉得国庆节其实就是劳动节，没想到那段时光变成了我们现在向往的生活。小时候大人总说不好好学习长大就要种地，现在却成了好多人放弃大城市的优越工作自愿回来种地，这应该是来自家乡的情怀吧。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你们都有什么安排呢？82年的老房子由于长时间不住人，墙皮脱落严重，所以老公决定费力把墙皮全部弄掉，后期重新泥墙。40年的门窗也已经腐烂变形，只能全部拆掉换新的。好多朋友都说我们改造老房不如重新翻盖，省时省力。但是我们这里不允许随便盖房。其实改造小院几乎都是我老公自己亲力亲为，花费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要说花费最多的，那就是时间。就像现在看似简单的工程，用了2天的时间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下步只等瓦匠师傅泥墙啦。休息的空隙，老公又开车来到了石材厂，拉了30块地砖，说要给小院弄个小菜园。跟他们说这个砖大锅一会儿他们都不下啊，不下去，不下去。这段时间都是大锅，如果这是铲脚，哦，是吧？到家以后，我们先给空地撒了一些底肥，老公又把土翻了一遍，说土地营养不够，明天还得弄点高营养的东西。
难道还有比肥料更有营养的东西吗？可能干活也会传染吧，老公又多了一个小帮手。既然有人帮忙，那我就趁机偷懒一会儿吧。老公花费一天的时间做出的神仙水，最后却让嫂子红了脸。大早上就看到老公在葡萄架下忙碌，说要做神仙水，无意中还发现我们家来了一位新邻居。哦，里边有一个蛋。有几个？一个。最近天气冷了，鸟儿都来筑巢了。嗯。老公悄悄的给他们放了一些吃的，也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这还小呢，这丝瓜。做神仙水消耗的元气太大。摘完果子，又在人家的根部挖了一个洞，也不知道干什么用。我们家小黑也有名字了，在粉丝朋友们的建议下，确定了叫黑宝。叮叮叮！我停。哎，你怎么又在这儿折腾？我的神仙水呢？神仙水正在制作当中，我先把这个引线装起来。你这是又买什么呀？这是？最近不是降温了吗？我害怕你洗澡冷，专门给你买了这个美的积木踢脚线取暖器。它是 IP24级防尘防水的，可以直接放在浴室。再给你更新一下，像精灵一样客厅、卧室都可以用。哟，这还带着加湿器呢？对啊，这样冬天在卧室里既暖和，也不用担心口干舌燥。好了，神仙水差不多了，咱们一起去看看。走。哎呀，能救多少？还不少呢。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早上七点多吧，到现在七个多小时了。哦。就接了这么一点。你老公也太有才了吧？这价值多少呀？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嫂子一会儿你也没容易行。沾光了，沾光了。好嘞。这么一瓶儿，你们看什么呢？他们一说就走了。等会儿你躺这儿吧，躺这儿。哎，眼呢在这儿呢，鼻子呢？坐下来。哎，不错，对，一会儿都干了。把这脸给你堵起来，可不能给我浪费了。好啊，放，别动。嫂子，你要不要来一个？我还是不要。表哥明天就要送回布丁了，没想到今天却出现意外了。我还是找个没找着，就刮好几天，一开门呢，开了一会儿门该找不着。那你在家吧，他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他能知道。丁，布丁，我出来找着了吧？这聊天。这我家啥都要看的，看我穿着了，天黑了，我这。你们建一个地板不能用？没有。他不咬人了，见过没有？没有。昨天傍晚的时候，表哥给我们打电话说布丁丢了，老公知道后着急的话都说不出来。你在家吧，他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他能知道。主要是天黑，视线不好，又担心布丁被陌生人抓走。此刻我们终于体会到热锅上蚂蚁的感觉，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一直找到凌晨2点多，还是没有找到布丁。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到天亮，再沿路寻找监控，看能不能发现布丁的踪迹。结果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我们隐约听到门外好像有布丁的叫声。呀，布丁哪儿了？啊？你听见了布丁？但是他自己跑回来了。你开门，有人送回来，还自己跑回来了。不这样自己跑回来的，啊？没人。不要啊！吓死人了，你都，你吓死了，嗯。看到布丁平安回来的这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心情也从焦急不安变成了激动和惊喜。今天早上就发现老公一直坐在那里盯着布丁沉思，也不知道此刻他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该把布丁送回去？这几天老公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布丁是去年表哥因为外出工作送给我们让帮忙照顾的，现在表哥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也一直没给我们要，
但是老公还是执意要把她送走，最终导致布丁离家出走，老公也陷入了自责和沉思中。这可能也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但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做人要有原则。可能是性格的原因，我反而觉得粉丝朋友的建议是对的，表哥既然没要，布丁也就没必要非得回去。其实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假如咱们两个出去打工，把布丁寄养在别人家里，然后期限到了以后，别人就一直不给，咱们也不好意思要，甚至别人都已经不想给了，那我们会怎么想？其实我也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咱们也得考虑布丁的感受啊，毕竟他还是有感情的动物，不能够一直送过来送过去，要不然他怎么能大半夜的自己跑回来？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布丁好，我原本的想法是把布丁送回以后再找表哥好好商量一下，这样咱们就不用一直担心这个问题了，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把布丁送回去再跟人商量这个事。不管怎么说，布丁现在平安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是转念一想，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过此事，表哥也看出布丁已经习惯在我们家里生活，放弃了带回他的想法。老公也决定等布丁以后有宝宝的话再送表哥一只。现在我们的大家庭又恢复了以往的快乐。我们今天开始烧谷子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邻居都是互相来帮忙。丰收的季节得趁早收割，不收割野猪都会过来吃，你看到处都是野猪蹄子也。对，这都是猪蹄子也。人多力量大，看，就这么一会儿，我们都快收割完了。啊！大娘，中午我们吃大锅菜好不好？好。你看，求求他个教育他了。叫不叫？叫叫他。不叫他吧？哎呀！好了，我要把这收割好的谷子放到那个广场里面去晾晒去。啊，晒一下。走嘞！哎，那个，走了。要小心哦。好了，要去打场打谷子了。这是刚收上来的谷子，得先把它晾起来。碾谷子要把它打成圈儿，然后这样一圈一圈碾过去，下边就是谷子。果子碾好了，我们现在要吹鼓了，这是山鼓，山鼓。一般我们这打鼓都会过来帮忙，嗯，这打鼓的我们长辈们都会过来，互相帮助。把这些碾好的谷子放到这个风车里边，然后吹一遍，就会把那些不饱满的谷子和不堪给吹出去，留下来就是原始的谷子。这个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脱壳就成为咱们饭桌上的小米了。要开始做饭了，中午打谷子的村民都会聚在这个广场吃饭，一会儿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家乡的美食大锅菜。原始大锅灶，柴火饭。柴火饭，把这个得洗。刘云哥当大厨，我是火炉。竹笋炒菜是不一样，放下一就是。然后再喝一点，喝着放下一，炒这些肉。三天吃两斤。每年的这个时候，丰收的季节可热闹了，我们这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吃大锅饭。农家手工粉条。对，我们村里面自己做的粉条。好嘞。好的，上到再上20分钟。加入肉，不用放盐了啊，肉是咸的。都倒进去。来。10斤肉。好肉配菜。颜色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手工丸子。哇。是吧？香菜走起。都放里边，开饭了！开饭了！
好嘞，那交交钱。哎呀，这样还有啊！哎，好嘞。馒头。热腾腾的买啥呀？馒头。哎呀，这馅儿一块儿，好嘞。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还有啊。还有。你们看到那座山了吗？那个山顶上住着一对70多岁的老人，据说已经很多年没有下山了。听说山上没有水没有电，但是人家却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今天我们就去探访一下，看看人家在山上到底是怎样生活的。走，上山的路就从这条小道一直走到山上，大约得2个多小时的路程。出发了。这对老人已经在山上生活了40多年，真的很好奇，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自给自足，满足生活所需的？山里面马上下大雨了，山已经刮起了大风，我们要赶紧出发了。我们要赶紧找到山顶，要不然都得淋雨。对，走。山里的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没走多大会儿，雨就下来了。快，前面有一个石洞，我们去避避雨。我要去避雨了，快点，快点来避雨了。你看这东西都成啥了，淋的。以前住的房子，体验一下。哎呀，哎呀，还剩一段路程就到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后决定继续赶路。走了大概2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山顶，却被眼前的一番景象震惊到了。现在往前看到云海，太好了。进屋后才发现我们带来的东西都被淋湿了，幸好还有月饼保护的完好无损。大娘看我们浑身都湿透了，害怕我们冷，赶紧生火给我们做口热乎饭。待了一会儿发现只有大娘一个人在家，一问才知道大爷下地干活去了。哎呀，大娘，你赶紧还有，油温闹来了，能赶紧啊！山上里面的面条，大爷和大娘用的电就是一种太阳能板，也完全能够够他们用。而且他们这最惊奇的是，用太阳能发的电还有冰箱。对，自己种的西瓜，这是大爷大娘自己种的西瓜，手掌大小，可甜了，人家说。怎么样，这西瓜看着挺好。人家山上自给自足也能吃上水果，不用为吃的担心，这都是自己种的。而且一会儿下边还有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然后大娘后边呢养了很多鸡，我们刚才吃的鸡蛋就是人家自己鸡下的蛋，然后特别特别的黄，我们带走，咱们去看一下。走，来。哎，看这个苹果。看这个苹果。这树上就一颗，树上就一颗。看，这就是大娘打下来的江山，这一大片玉米地都是大娘的。而且我们这个树上还吊着很多南瓜，这边有大爷自己种的灵芝，过来看一下。灵芝，这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再往前面还有大爷自己种的菜，这边是萝卜，这是萝卜，嗯，然后豆角，这是豆角，玉米也是，柿子树，桃树，香椿树，这是囤的水。这个水也可以吃，吞的雨水，无根之水。看，这就是大娘的鸡圈，我来看一下自给自足的生活。有没有鸡蛋？拿一个。他刚瘦了，大娘说刚把鸡蛋瘦了。哦、刚瘦了鸡蛋，哎，山上豆，特别甜。你看，你们南国压力还不够。大娘对于我们的到来很开心，饭后就领着我们参观他们在这里自给自足的生活。每天吃着自己种的绿色蔬菜，鸡鸭牛羊自己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过得自由自在。虽然大娘已经70多了，但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心态特别好。山上的生活虽然没有山下的条件便利，但是过得安静舒适，与世无争。临走时，大娘依依不舍地跟我们告别，邀请我们下次再来，希望大爷大娘不被世俗打扰，永远保留着那份宁静与美好。老公花费一天的时间做出的神仙水，最后却让嫂子红了脸。大早上就看到老公在葡萄架下忙碌，说要做神仙水，无意中还发现我们家来了一位新邻居。哦，里边有一个蛋。几个？一个。最近天气冷了，鸟儿都来筑巢了。嗯。
老公恰恰的给他们发了一些吃的，也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这还小呢，这丝瓜做神仙水消耗的元气太大。摘完果子又在人家的根部挖了一个洞，也不知道干什么用。我们家小黑也有名字了，在粉丝朋友们的建议下确定了，叫黑宝。叮叮叮哎，你怎么又在这儿折腾？我的神仙水呢？神仙水正在制作当中，我先把这个给你安装起来。你这是又买什么呀？这是最近不是降温了吗？我害怕你洗澡冷，专门给你买了这个美的的积木踢脚线取暖器。它是 IP24 级防尘防水的，可以直接放在浴室。再给你看个更好玩的，这个像积木一样可拼可拆，客厅卧室都可以用。哟，这个还带着加湿器呢。对啊，这样冬天在卧室里既暖和，也不用担心口干舌燥。好了，神仙水差不多了，咱们一起去看看。走。哎呀，不知道到底能救多少，还不少呢。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早上7点多吧，到现在七个多小时了。哦，就接了这么一点。你老公也太有才了吧？这价值多少呀？无价之宝。嫂子一会儿你也美容一下。沾光了，沾光了。好嘞。这么一瓶儿，你们看什么呢？他们一声就走了。等会儿你躺这儿吧，你躺这儿。哎，眼在这儿呢，鼻子呢？哎，重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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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错了，别一会儿露干了，把这帘子给你堵起来。可不能给我浪费了。好了，放，别动。嫂子，你要不要来一个？我还是不要。老公，南希又找不到了。没有跑出去了？可能是又跑出去了吧。刚才我喂他们吃的时候都没看见来洗。抓他去。他一般就是在那个草丛里边。来洗。来洗。来洗。没在里面啊？一跳就出来了。我没在里面啊。来洗。一会儿就回来，没事。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回到家后，老公就开始寻找来吉逃跑的路线。还有猫，肯定是从这儿跑的。峰哥说，给这个柱子上绑上铝纸，猫看到后就不会爬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这边还正忙着呢，我家豆乳又上墙头了。豆乳，这去哪儿了啊？哎呀，一个一个天天洗，随便，先弄这个。你记得小心点啊，身体刚恢复。没事，先做饭吧，一会儿吃完饭还得去找豆腐来洗。你行不行啊？自己在这弄。没事，去吧，赶紧去吧。那我就给你做煲仔饭去。行，什么都行。做煲仔饭之前，在小熊电砂锅底部先刷上一层油，然后再放入提前泡好的大米，把它平铺摊开，加水的时候水没过大米就可以。煲仔饭里老公最爱吃腊肠和腊肉，这次多准备一些。你又在看球赛呢？吓我一跳！不好看了吗？没有，还得等会儿。你不看着这火，一会儿饭不会糊吗？不用管，咱砂锅不用看火也不会溢出。给你我一
吃饭了，来吃饭。这么一锅饭，咱俩人吃绰绰有余。来。嗯，好吃。果然煲仔饭还得用砂锅，煲出来就是好吃。嗯，好香啊。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找回来啦。知道了，刚才不回来，刚才正玩呢，现在一叫就回来了。哎呀，莱西，你都不能一直往外跑了啊、哦、走吧回去吧。你多冷啊，你晚上的时候在外面不冷吗？马上天黑了，不知道自己回来。莱西是找回来了，豆乳还没找到，老公等会儿再出去找找他，希望天黑之前豆乳能自己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派派，刚婆打电话说她肚子疼得厉害，正在我们当地的卫生院里做检查，我们现在去看看什么情况。我早起都尿了，你都是血。咦、yeah. 我都也是后来我今天往医院走，你都不走，我就说再去医院看了，不去，我凉了，我躺一会儿就好了。疼得我你知道咬了牙起来，我又歇了呀。咦，我检查出来了是肾结石，昨天晚上肚子就疼得厉害，让去医院不去，太要强。肾结石现在已经碎石了，然后下午的时候过来打点滴消炎。我开着车带咱们回去，你自己开车回去吧。好嘞。